先不要整装，先到我前面集合情报。我不要啊！不要打死你！啊！跳啊！你又不要跳啊！跳啊！好难，不要啊！好难，死我！不要啊！打死我！不要啊！我现在把你打死！跳啊！啊！为什么小欧不在我们小队？什么意思？我被你三，你们家也有三个吧？三个，所以那个新编的主力部队到底多久才到？我感觉越来越久。没有啊，我们现在才三个任务，三到。你先过来那个图前报一下，来那个尾巴再过来。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莫斯科？豆腐，你可以哦，好吧，没事，你先简报。我说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莫斯科？明天就打上去了。莫斯科，那就先打开地图。那我们上一次任务就是最终是打到那个我们这边有个很大敌军的好多阵地嘛。那打完之后我们就控制了这一整条道路的村庄，然后建立起了沿村庄的防线。然后又没有从那个壕沟里面的前进指挥所拿到一些情报，那我们得知他们会在大约是等一下大约半小时到一小时后会有一支有主战坦克。步兵战车接近一个连的那个机械化步兵会朝我们这边进攻。那他们的轴线是，你们看到有个 BP 驻点，他们会先从 BP 驻点的上方跟东方进入，然后从中间截到我们的这条道路的防线。那你们任务是到就是伏击他们的那些车队，然后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往东北方有个 BP 三点。去把那边的壕沟攻占，为我们下一次的攻势做准备，这样子。那我标两个 BP 点，一个是 BP 1跟 BP 2。BP 1是我建议可以让那个反甲班进驻的点，让你的 Javelin 跟 ATGN 可以比较有效的在这个距离发挥。然后 BP 2点会有一个被俄军遗弃的壕沟。那如来应该看得出来，就是你们的那个预想的伏击点在 BP 度那个 BP 度周遭，我标画一画一下。就是我有画两个红圈，预想会在那边伏击俄军的装甲部队。那北方就是上面那个红圈是以那个 BTR 跟。DLD 这种组成比较轻型的一个机械化步兵啊，东边会在待着主要道路上是有 T72 T80 之类的主要主战战车，用支援俄军攻势的一些重火力这样子。那就到时候主要可能要想办法去规划说怎样去有效的一击就把那些鬼东西打掉。然后，当然在攻势开始，俄军攻势开始之前，他们一定会伴随着炮击。那他们炮击的目标可能就是 BP 弱点啊、BP 1点，或是周边其他阵地。所以，在炮击结束前，就是，然后看到俄军已经抵达你们预计的 QL 送之前，我建议你们都先待在壕沟里面，等上级指令之后再到你们部署那个战斗部署位置这样。然后，主要就是我这场有写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PAC 吗？就是在壕沟里面会有个电脑，你可以看到文机操作员画面。那你可以决定看你是要上前线去指挥，或是直接待那个阵地里面，就看着文机那个操作员的画面去指挥，就看你怎么决定这样。哎，那再跟你确认一次，所以从正北来的会是轻型的机部，对，就是 BTR 跟 NTLB 组织，然后那个 T 八零那些主将会从 BP 三就从东边的方向开过来，对，因为他们的战术规划是这样，就是那些 T 八零啊主将会占领 BP 2那边的道路，然后对我们西南方这那个道路上一些可能阵地啊这些进行炮轰。掩护他们从东北就北方进来的那些机械步兵进攻，对。哦，让我思考一下。然后
对，你可以思考说你要上现场指挥，或是在那个 take 里面看文机飞手指挥这样。我是会去前线，但你可以先到那个壕沟里面的那个指挥中心看一下。豆腐可以补充一下，你的壕沟指挥中心是 BP 1吗？没有，在这里，在这里。哦，就底下的。哎、欸，我顺便教跳下去。跳然后那个反甲翻谁？我。那个反甲翻来找我教的。来找我教。你现在有30吗？啊，小欧，你妈的！你看那东西啊。豆腐，你骗我，下面没东西啊。鲁拉这边吧。不是、啊，我在更后面有个洞里面。鲁拉这边。哦，好，我看到。哦，这里有一个洞。阳光，你在那边现在你。鲁拉这边。这里，我还有厨房、欸。鲁拉这里，这里这边，这个控制面板它是卫星系统，然后它可以使用军事卫星看到东西。等一下，我没有看到那个。哦，那边还可以睡觉。这边应该我记得有一台是。你的直播画面有开吗？啊靠！要我这样啊？我记得不是，我用整理屏幕。鲁拉鲁拉，这是无人机啦，哎，这里，你子母画面要开，开到低就好。然后你有带那个无人载具终端机吗？没有哎、欸，乖，拿一下。还是之后再跟我说好了，你待会去前哦，我以为是卫星的那个，如果是无人机啊，就是照一般无人机的飞法。嗯。然后鲁拉，哎。就是你刚刚看完了嘛，然后我再跟补充一下，待会你们过去是我会开那台 BMP 运送你过去，好，然后就看你是要把班甲搬掉在哪，如果是丢在 BP 1，那我会先运他们到 BP 1，然后再把你运到 BP 2。然后那边你有看到几个米色的弹药箱吗？哇，色的弹药箱，那边，对。那个你会调的弹药箱那里 ，BMP 旁边就没用了。我说你会调贾伯林的攻击模式吗？为什么、啊？说的 BMP？ 是吗？哎，看到了。第三，你会调贾伯林的攻击模式吗？就是让 F 还是 F？ 调模式是 F 吗？你要调顶攻是不是 F？ F 好的。天君也是没有什么东西要干，不对。啊？两个班长是 Vivi 一个。我助手在哪里啊？两个班长是一个是 Vivi 一个是 Kilolo 对不对？对。那你们帮我看，你们东南方是不是有一台 BMP？ 然后 BMP 的旁边地上 ，BMP 左手边地上有这样子的两个弹药箱。放在脚边的，那你们一个班帮我拿两个。然后里面是空的，里面你们可以装你们需要的武器弹药。啊，就是一个班，一个班。这个我提醒一下啊，他要开热成像才能锁定。AT 这是 ATG 呢？这个，啊，就是要按二，然后装完了之后，或者是按加，按加它会变成热，它也会变热成像。我等一下教你们一下。哦。你现在就拿它做。没有啊，这样没有啊。嗯，你有数字键盘吗？有啊，当然有啊。对啊，没有，因为很多人都没有。你背在身上，背在身上。它加只是放大而已啊。哦。那记得，总之是要热成像才能锁。然后 F， 我觉得 F 是调攻顶跟直攻。直攻，现在直攻。对。豆腐说不要攻顶。啊，弹药怎么丢？哎、欸，是。不好意思，我们是单纯一个职位，没有，还是有东西要炸？没有，他不是说埋伏吗？我们要制作炸药，炸药区啊。好呗，好。奇怪，怎么没看到贾伯林弹药？小燕，你别把我空间吗？
有，我可以帮你空。你可以帮我背个机枪弹药啊。哦，哎、欸，可要跟我讲怎么用，在哪一个、欸？那个军火库，他们在开炮、啊。我跟红色、欸。没有，我塞，你过来一下，我塞一盒给你。对，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吧？哪边的？这边吗？反正你们一个班两个，你们自己。我讲一下啊，那个 RSHG2 是反人员，不是反装甲。有弹药空间吗？帮我带两夹100发 Tracer。真的假的？两夹100发的。对。我是不是要从你背包拿一夹先来装才行？好啊，好啊，好啊。哎、欸，太靠近军火库。背包。对对，你自己。还是你直接拿两夹，我自己再拿就好了。好，我需要。没有。这个嘛，100的 PKN 这个。对对对对。OK OK。感谢感谢。在我的小队员33是一品哦。江城。然后目前我身上我旁边的放这两个是我们的弹药，然后把你的弹药送进去。综合弹药箱。好。有火球锅。弹药箱，我送到 BMP 旁边地上还有两箱，一个班拿两箱。对，我准备上小兵班。鲁拉，那个炸药过去，你有？我们是要埋伏嘛？那那个地雷，你有考虑要怎么样？小队员记得33测试，萝卜33测试。思考一下。萝卜33测试。你是 Kero 那个消防测试。我这边看是你，我是你的小队。我的啊，没关系，那你帮我带反人员的跟反。你送你是什么队？我也是啊。他跟我一样是工兵。那你们带地雷，然后混着带反人员跟反装甲混着带。那个手动引爆的有需要吗？那券能券在吗？我思考一下。如果有车辆的话，我们可以的声音修正。那有声音吧？有声音吧？我就调整一下，我旅游 OK 吗 ？OK。飞机 OK 吗 ？OK 的啦。我们今天用几瓶？那个啊？调一下，我现在调一下。那个这边弹药放哪？是放在箱子里面吗？那。Nivi 跟凯罗罗一起发车一下。18测试。然后有我收到了啊 ，K 罗罗。然后再调二品 ，OK。他要全部塞进这个箱子里吗 ？K 罗罗18，你有带吗？啊，正在带。好啊。18测试。如果你的人整好之后，就直接上那个。我们相信下一个问题哦 ，N14 是反人员地雷，对不对？对，我不敢确定。小那个女仆，你们跟 Stone 带那个踩到会爆的那种地雷，然后帮我部署在绿色的区块啊。反人员跟反装甲混着丢啊，你们就尽量丢。好，那个 Stone 尽量。我反人员地雷可以带145颗，你可以。你是什么兵种？UAV 啊。等一下，你这样子会太多。你有自己有背包吗？就绝对不要进来。我有啊。等一下，所以你有背包吗？这个效果是什么？没关系，不这样。不想太累，那个范围有点大。我想一下，你的助手是谁？因为我现在。没关系，你们调成红组。然后我们排布这边。要9N13A2。不然 Stone 你然后带那个其他券或有雷将调成蓝，然后我专门放那个踩到会直接爆。萝卜你调成绿色。我 W 就是直接全部带 M112。可以啊。我，不好意思，鲁拉，我们是要怎么过去？坐 BMP。我们坐 BMP。对。那可以把东西落到车上啊、哦。没有啊，刚刚好了，你直接。是哪个部分？等我一下。帮我问一下。用33连续，等一下，那我把它调大。还是这个弹药箱是给我们用的吗？就是我们两，这两个都是我们小队的。OK。那你是想把东西做
那这边蓝组，我们如果防守的话，那个 Warrior 尽量在后面，因为你是火箭筒嘛。我们需要你去反甲，所以尽量不要先倒。尽量保持隐蔽，然后 Stone， 我们33几平。不知道，因为刚刚没有说。我刚刚有说，只是没有听到。三品，好像可以。好像看都是不要不要再逼近。啊，没问题。满了，放不进去了。你就没有等一下帮着 Stone 跟女仆一起布雷就好啊，只是我们要做 BNP 一下。先调一点，先调一点。不熟不熟，你要我跟你掐指太重帮起来。那怎么办？我们应该会在 CCP 附近。那我们等一下搭乘 BNP 会把我们运到前线啊 ，Kelolo 会到 Kelolo 的防区 ，BNP 会到 BNP 防区。我们排布就看着办。减轻重量好了。OK。你们机枪省着点。连机枪死不行啊，机枪乃重大。那个 Vivi 跟他是手榴弹不要了，好了就上便便。他手榴弹啊，手榴弹太多了，手榴弹不要啊。好，对，等下手榴弹先减轻到十个。我身上满，没事就上便。这个不是负重，我们排布没事就上便便吧。身上满，加油！我受便，不好意思。我说我们这边没事就上便便吧，就不用在外面闲逛。都坐外面，坐里面可以。没有，就是等下到前线跟他们拿几个，然后那个 Stone， 你把地雷装到那边那个东边的箱子里面。东边的箱子里面。就互动键上 BMP， 然后到前线的时候再互动键搂下来。好 ，OK。太重了，没办法，安大哥。有。你如果是放在胯下的是没有复制的、哦。哇，那没办法。你旁边有一发嘛？里面三发，一共四发嘛？想到。那没关系，你全部帮我换，你帮我们全部人都背那个九阴一三，然后背两包，然后加箱子里面。九恩，你呀，你说的哎。不会是。全部放九阴一三。看药箱。不要走，我知道了。嘿嘿，拉出来，拉到几十公里。那在。嗯，互动键是哪一个？那个 Windows 键就是。九二这里。屏蔽开过去。九二 Windows 键就是互动键。可是我的没有跳出来。你没有啊？一起啊。后面中间有红红圈是吗？没有，我刚按都没有。哇，那你要设重新设定，反正你现在装掉了，装好了。对，你将把箱子装满了就上在哪边？在游戏设定里，按键设定。一般吗？所以带 F 嘛，对不对？就是先过来装上车。F 是高爆啊，但是没有设定啊。哦，豆腐，你那个装箱子的主意真的是有超大变了。拉出来了，设定。啊，就全世界的箱子都装不动，然后终于装上。终于他们用花一辈子的时间把箱子装满了，然后现在又要搂物资下来，然后又要多放几箱重新放上去，啊，就都在这边等装备就好了，都不用理我。重靠腰，哎，豆腐，我们搬家搬的东西可以再放。OK， 我好了，放掉。我看一下，没有，我刚看。15个 M， 你要不要这些箱子直接撒在前线算了？不然丢在好哥附近，好哥现在这样就够，这样就够。只是 Stone， 你那个我看啊，人员地雷我可以来，我来撒。然后那个可控制的炸药，你有办法处理吗？我是有办法处理啊，我是有带那个 M， 我知道，我就是说你有计划要怎么布置？帮我丢在 CCP 好了，这样可以吗？如果是绿色区那个米色图，那个米色的木箱全部放在紫色 CCP 点。如果是绿色的话，我打算就是坐标016026，在 BB 跟 Kelolo 的方向。那个不是有那个一横斜线吗？我打算就是斜线，就是每个放两三个这样子。等我一下。所有人上车。跟一台。哪一台上去？要上哪一台？就是一台。那我如果要，要充电的话，拉到前面充电。这应该是全部都对。对啊，
啦，因为我现在在，他们是停在 DP1 BP1 的位置，那人家应该会在前面。那个如果说护工这没办法用的话，就暂时就可以，因为他要急着出任务。好好 ，OK OK。哎呀，可能给无线路在这摔吧，五天没电了给他掉。好了，没事的都上车吧。那我丢在风之外呢？你能丢里面就丢里面吧。小五今天在这。小。三边无线电没有测试，有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哎，太扯了，太扯。有听到。有。哎，虽然。好，另收到。哎，小远，无线电二瓶了。这是谁家的？小五收到，小五收到。好 ，Sky 收到。哎 ，Sky 帮忙跟小远讲一下。券是谁家的？知道。那我们先出发吧。券发什么事？这挡掉了。啊，可能突然 FK 干嘛的？好像没有，好可怕！我要上去那收到无人机的，先把那个发射器，先把特教班放到 BP 吧。妈，你什么意思？好，不帮你们打了。哈哈哈！哇，不要硬开吧，我很害怕，我们会飞到。哎，布雷有什么计划吗？就反正就反甲，反正没交错。那北边绿色是我们也要补的吗？北边绿色跟两个绿色就是你们的雷区啊。OK， 那南边呢？南边道路也是吗？南边不用。红色圈，豆腐花的红色圈不用。那个是，对，那个是敌人的主力战车未来的方向。OK， 啊，蓝光的比较强，可以解决掉它。啊，弟弟也会开。等一下，太少，听不太清楚。哇，这边好怀念哦，但是我在这边开始死掉哎。OK。我可以说。标枪真的打得到那里？小野有收到吗？会不会被那个稻草、干草堆给挡住？有，这担心的，走吧。小欧，你怎么下车了？小欧，不要下车。哦，小欧。Stone，你帮我去部署西边的雷好不好 ？BP 二的位置。OK， 走吧，我们继续往我们的。还是小欧要去跟 TCP 打特调。Stone， 你帮我去部署 BP 二的位置，西侧。啊 ，Stone 怎么下车了 ？BP 二吗？你下车了 ，Stone 没有要走啊？那不是我那在攻击吗？切。哎，到底？哎，还在睡啊？没睡醒啊？然后往 BP 二。下车的时候，帮我到铁罗罗的盲区，我 VB 到 VB 的盲区，我分别用红色、蓝色标枪。然后铁罗罗的盲区，我会请那个女仆，还有 Stone， 还有优雅去布雷。那 VB 那边不会布雷，因为 VB 可能，应该。因为 T80 可能会在比较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靠近你，那你们就可以近距离让 AT 处理掉。但是那个南边会有蓝光标枪照应，所以我们就这样。对，我们要往北方。对，开到了往北。然后我们北方会有雷区，不要靠近。不是，是我会请女仆还有 Stone 去布雷。但是，对啦，你要说你北边会有雷区，不要靠近，也是有道理，也是对。要下车了吗？要下车了。你在哪？小燕，周先生，周先生，我找不到红色。东边顶线，东边那个山顶。从北方的坑里面，对，看到东西吗？进坑里面。
弹药箱嘞？哎、欸，有人捡到地雷的，我们装满炸药的弹药箱，我们要帮我们标记一下。有人有看到我们炸药箱吗？哎、欸，这一次你补询问一下我们的炸药箱子，知道放在哪里吗？在 CCP 点里面。收到，过去了。我在帮你找。有，我刚刚有看到，反正确定在里面。箱太重了，拖不了。我知道，我知道。这边这个好。玉璧要放哪里？这是我们的。哎，不要动啊！你要我帮你拿什么？我等一下，你帮我把反人员地雷放在北边那个有地雷标记。你放在地上就好，不需要装，可以吗？北边那个 N 十四，北边那个红色有地雷图案、特殊图案的那个，就直接拉在原地就好。对对对对，你帮我把那个 N 十四运送到那边啊，我那个东西最后再补。那我们有两箱吗？还是三箱？那 Vivi， 我在弹药补给点设计医药弹，我那个是。作品，你们开始布雷了对吗？正在处理了。我已经布好五颗，等我一下。一样，你帮我想办法把箱子里面小的地雷通通都拿出来。他们已经被抓到拿错装备了，他们。放在原地吗？那个一二。对对对对对对。是啊，你就现在选一下。他说 ：“OK， 罗罗，你的北边跟东西边都有雷区，记得在移动的时候要避开那边。”然后那个。豆腐刚叫无人机不要随便动，就等到车队靠近我才能移动。不过靠近的时候也不太需要移动，所以他基本上会待在那个武器班头上。对，你向北走，一切都会没事的。不在里头。对，你向北走，一切都会没事的，一切病痛就都没了。还有别的吗？继续帮我把地雷带过来，直到那个箱子可以整个搬过来为止。我那个包车是不是？
赶快工作，不关我们事。等一下，那个箱子在哪里？可以掉在你的上面吗？不好意思，我可以搬，我直接搬过去。这样搬到北面吗？所有人重复注意一下绿色区域，不要进入。我们开始要布置反人员地雷。可以帮我确认一下那个炮击是战车炮还是还是敌人的火炮？稍等。地方单位啊，要不要跟武器班确认一下？我都放进去了，这样。不知道你们推荐哪边安全可以躲的？你们推荐哪边比较安全可以躲的？比较安全的、哦、，Bravo Kilolo 的房区有一个壕沟，有挖一个地下空间出来，那边安全。在 Kilolo 的壕沟群比较偏南段。
掉 ，platoon 现在位置。我这边有找到一个不错的。好啦，我十九串 M112全部射好了。紧张吗？紧张吗？那个左边绿色区域的 M112全部射击好了。诶，干得好！雷都买好了，就撤回来吧。你们看，你们哪一个壕沟舒服就去哪边。排布全部往 BB 那里。哎、欸，我，你受伤吗？稍微。你需要我左边也要放一些防御人吗？还是不用？你小心，我已经放好了，没关系，这边交给我来。你帮我、等一下，帮我把箱子往后背就好。我现在要埋扩刀。哦，好。你还在雷区里面吗？我还在啊。我想趁正式开打之前，能埋多少算多少。燕哥，哎，又要请说。东方道路，敌方战斗群靠近。目前看到那个，我跟在你后面。好，箱子在我手上。三台 D80， 三台 T15， 我不确定是什么，反正是炮塔后置的步战车，看起来不像平民。放地上就好，放地上就好。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了吧？没了。那接一下一些 M40 给我。那个是反人员地雷。好，没问题。也接一下给我。不是，你要小心，不要踩到我自己布的地雷，那就好笑了。退回去，我听到声音了。北边目前没有。好，跟着有看到了，没事。北边有。找多少？北边我看到 NTLB 最高到80的样子，80 A， 80。F 吧 ，F。结果我要丢进洞里面。走开！我要丢进洞。女仆跟 Stone 还有汤米先往 BB 那边做增援，他们的人有损失。收到。BB 在哪一个方向？我们在地图挂号 BB 的地方，框起来 BB 的地方。那个，如果 M12 在那个左
边的那个 M12 的放没事。那我让我先过去那个 B B 的方向。这是你不会正在往 B B 方向增援中。对，能锁定就好，看看不看得到完整不重要，能锁定跟开火就好。哎呀，距离五个可以溜溜的房间。友军 ，Warrior， 我死掉了。在他们北方。不好意思，我有紧急接电话，你在我的那个背包里面拿那个 M157。你那边防线先安全，你先进建筑物里面。好，我先紧急接个电话，等我一下。你先进建筑物里面，先进建筑物里面趴好。友军，这是不回报。已经抵达 VV 的房子里面。VV 你在吗？了解 ，VV 那边。VV 在第一个。OK。那个券，不是券，那个地上 Warrior 已经阵亡了。你自己身上空了，你就捡那一滴来用。收到。石洞也是。有吗？低一点。浪费面皮啊！敌人的装甲，他们是不是在打我们的特教班呢？是在打我们的特教班，没错。树油这样都看得到。来局在我们东面300公尺，应该进入 AT 的射程吧？应该，你们 AT 有把握直接命中就开火了，不用等命令。坦克瞄准他们的，瞄准特教班的。然后敌人卡车拉掉吗？我没有铲子。啊，趁现在。七B 楼是看哪里啊？左右边对不对？300公尺而已。哦，对吧？左边是不是那个？七B楼是看右边。我看右边了。对。你以为他 L 是 left 吗？180好像还没坏哦，只是两台烧毁的中间有一台看起来没坏，要不要重去装炸药？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然后有亚凯罗罗那边的敌人呢？到哪了？他在缓慢推进，有敌人，敌人靠近了，这一台 BTR 在往前冲，然后大部分都在后面。有哪位仁兄有壕沟？有铲子可以挖？没有那凯罗豆腐说他没有接上，不用用。好，了解。然后有办法帮我测距一下 T 八零的距离吗？2 9 4。你现在站的位置294。对，294。应该是说从我现在位置左边，你现在站的这个缺口294。了解，请。北方 BTR 推进到 K 二楼北面1公里。马路。看你们去哪里面。命中，漂亮，命中。我还好，压力。三八在地上回他头。没有，他说他去接电话，等一下回来。进攻。好。我居然还活着哎。300。
抖，手好抖，我需要医疗了。医务兵在哪里？汤米在西南，去干他。对的，去哪了吗？我还好，轻伤。他的弓箭。他死。哇，医务兵第一个死。不要劝，还是动啊！等下，汤米是排兵的。哦，劝还不对，还有。没有背镜打不了。从可能没有背镜打不了。无人机没电掉下来。第二只小鸟在叫声。我走。哎，劝走。往后撤。TBN 是看左边。起步回来，那个战况怎样？我们拦截了一些车队，然后有两三名人阵啊。摄影状况不知道。那个地雷区还没有人进来，对吧？对啊。好。这支女仆叫鲁拉，目前看东侧的敌军车队好像人都往后撤了，没有再继续往我们的方向推进。对啊。东侧还有一台应该是 BMP-1 吧，炮弹满。对，现在在 BMP 的。我在用这个叫做安全。我看到 BMP 了 ，OK， 好，帮我补测就好。他在96方向。爆掉了吗？他爆掉了吗？还没，还在动。我被挡住了。好，继续看哦，距离大概300公尺左右，没记错的话。有看到他倒过来了。他翻车了，很好。180，还没目视，再看。了解，300公尺，进攻。94，然后附近还。命中，很好。OK。朝92方向一队步兵过来。我知道，但我你有狙击 B 吗？我是没有。等一下战车还在移动，我再一发。这一次女仆回报，那个东侧有一个班在朝我们接近中。我觉得我们先保。好，再一发。有机枪兵吗？另外一队的，我不知道哎、欸。没，我去看，你继续看着。Oh my fucking god！ BB， 你们有机枪兵吗？在九二方向，OK， 那我开始跟敌方交战，你帮我看有没有打到。好，我帮你看。楼顶，这里是女仆，我们开始跟东侧的敌军步兵交战中。有吗？有中吗？有一些有倒下，我不知道是你打的还是其他人。西班牙弹，他们应该是拿那个
短号在打不赢的。你在打九零？对，越靠近。在哪？OK， 我可能开始需要你过来帮我支援了。米谷他们大概多远？200公尺以内。注意他们用枪不带啊！去，干嘛站起来？自动把他拉进来。我把枪拖进去。好。这次女仆叫鲁拉无线电测试有收到。我怎么却有导？快点说。东侧大量敌人接近中，大概200公尺以内，大约有两个班左右。我们这边遭到枪弹攻击，那个损伤有一点惨重。我不知道另外一队的人在哪里。另外一队是指 Vivi 那队吗？对 ，Vivi 他们小队的人，我这边没有找到几个。你讲话方向你自己。那个东面目前只有4个步兵，我们推过来，不过最近的人在我场之内。有人在附近。了解，那你有办法联络到另外一队吗？女仆，你先找到 BB， 然后跟着 BB 走。我先丢一颗。OK， 你们先丢。在 Alpha 的位置。哎，我需要医疗。去里面找。医疗兵。前线需要人支援，东侧需要有人支援。哎，不要动，女仆不要动。OK， 你们人怎么都待在这边啦？你说所谓东侧是东侧的全整个东侧吗？对，整个东侧敌军步兵要压过来了，只有四个人靠近，后面还有两个班吧，就是步兵吧，多步兵班嘛。对，装甲单位我们跟那个反坦解决掉了。收到。注意小心哦，他们会用枪和弹射过来。兽人部队，那个女仆帮我拆左手的自己带。左手了解。绑好的那只。那只右手。好，图向左边。你这是谁看着我？汤米去前面支援他。啊，我只有6个弹夹。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没有，你的尸体在车库。啊，我右边呢？我拉东面。哦，女仆佩克。东面会动的都倒了。什么意思？东面目前占三圈，没有看到任何会动的。哎呀，我以为你是说 VB 的，我以为说有军会动的都倒了。好吧，给我10秒，快点，我怕豆腐把我的东西删了。快好了，6秒。笑死，却站在后面问长工怎么样，直接被榴弹击中。都会说倒数啊！你被榴弹击中啊！我们大家都趴着，就你站着。北面敌人目前是到东北那个圈起来的范围，他们在往 K 罗那边冲撞。No Russian retarded。那个，来，接下来我看一下哦。那个谁 ，Stone， 帮我架在这边。对，你没有带，你没有，你除了散弹枪之外，应该还有别的武器哦。你这边捡没有了，捡别人的步枪就好了。这里啊 ，OK。Stone， 你那个散弹，你把背包先往前跨，先往前带，然后拿新的背包，之后再拿一个 AK。我们先守在这边。哦，那我就捡券的 AK 好了。对，啊，你散弹枪的弹药记得背着，反正我们就是固定式火力点就对了。所以我要去尸体买反人员地雷了吗？非常危险，攻击会大，一个很好用。
你还好吗？我还好，你等我一下，东西不见了。而且我现在有两个背包，我算了。我把我的散弹枪拿。你有鲁拉他们的消息吗？没有，没有。Radio silence。OK。打倒了吗？这是女仆先天测试，鲁拉你还活着吗？对，是的。你那边需要支援吗？不行动吗？你那边需要支援吗？哦，不用。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直爆我头。了解。见到东面 BB 山那边，整排都是敌方步兵。我看到有步兵在远距离。好，然后跟你讲一个坏消息，你前面的那个板子不防弹。我知道。这个木头也不防弹啊。没有，我只想看你有没有窗口。我想爬上去。你会被射下来。卡车，有 M 那个叫什么？不行，雾太大，雾太大了。我需要距离。女仆倒地。哦，汤米在吗？在在。处理一下女仆。鲁拉卡特撞进我们防线了。我们 A 防线有。确认他们会不出。
接帮我上个止血带，然后左脚留着。左脚留着吗？嗯。好。慢点。蹲在哪边？然后包头。蹲在哪边？我怎么看到敌人？先包女鬼的头。没有，他是输不进去，他没有 CPR。先止血。疯狂爆头了，等我一下。没有看到人。你扒了身体。好，等我一下。再扒。前面我不知道有几个，小心。现在，哦，女仆怎么倒了？他被 RPG 击中。我是什么鱼啊？不要不要站近，先往后退，因为这个他们不会穿。One down, one down, medic. 送到鲁送回报，那个女仆目前在救治中，然后她要一段时间才能醒过来。知道知道。好，女仆那个陷阱有 work。哎。又想询问一下 W 方向那个绿区有还有没有敌军过来？暂时没有，地雷还没被触发到。Mac， 新兵不行。需要医疗资源吗？你不没事。这样我都看不到。他只剩下 CPR， 要先压起来。收到。我先拆。我在压 CPR 身上哦。我在压 CPR。好，我输一支500。一支500了，我帮他做。我先移我自己。好，没有问题，我来。没有心跳。我继续压，我继续压。嗯，他的心跳压不回来。哎、欸，他刚刚粮食没有啊，我插在身上了。嗯，我刚有插。完了。我爬到上面。你看那个左边的那个记录、啊。对，我没有看。没关系。打。女仆不要动，我现在。等一下，心跳声，心跳声，心跳声。给他。他等一下配合就好了。好，我再配合。跟各位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风向完美，距离完美 ，RPG 射击打在我前面 ，RPG 到零零后排。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看着你 RPG 轰的？没有，我不用 RPG 炸
要去找个地方站。没，那时候我叫他挂，因为我们班是定点射击。没关系啊，现在你们都排防区，我们没有要排防区啊。我们基本上只会在你们的后线支援。你有 OG7B 吗？就没关系，就我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有啊？哦，就我不知道你会直接带。没有，那地上捡的。OK， 算换你上去开火吧，不然今天都没开到什么。没有，站上车上开火，然后下来。那换你。对，是那个超级骑兵的问题。对，应该超级骑兵的。不行，再来。背包怎么见？你说。哎、欸，我们西方有一台 PT 要接近我们，那是队友的嘛？敌人的，没关系，按背包丢下去吧。应该。懂。我们丢在一个那个医疗后补给点。西南方有一台 PT 要接近我们。我靠，你有机会就直接跟我们。对，我是文姬。了解，没关系。优雅刚有回报了，应该他们附近。偷偷提醒一下你附近有。我回去拿 AT 的弹药。进攻，进攻。就当作是我击杀的好了，各位。需要弹药吗？我身上还有一个 RPG26。我是搭。可以打，他是蛮，他靠，打比较准。往100公尺炮枪。还是他是踩到地雷啊？要吧，他是被火炮打爆命中。我有用火箭炮打他。女仆，你看我这把。有啊，我在找可以折的啊，结果如狼那个豆腐没给，应该是捡敌人的。对啊，这把就是可以折，你这把也可以折啊。我这把不行啊。你有设哦，你这把不行啊，我这把可以啊。你要拿那个 IHS 的，它有设按键设定可以折。我记得是 Ctrl C 不是吗？可是我没办法。Ctrl Shift 加 C 啊，我的是这个。哦。嗯，我的不行。啊，我的是那个啦，乌克兰。可是乌克兰的那个包的不行。对啊，我之前就想折它了，你知道吗？尤其在那个苏醒好过的时候。哦，等我挂了，你就领我的啊。反正我有存装备，我可以回去一直拿。OK。呼叫优雅跟 Ghost， 去侦查一下 BP 3的壕沟，没有 A 级剧院之类的，可以轻松把干翻的东西。在这里，等一下，有。走，回敌地侦查，上飞机。BP 3 BP 3那个 Joseph 的尸体上有 RPG， 我把那个八星银雕，我把八星银雕了，因为那个用不太到，是不是？子弹全部都不见了。哦，你子弹全部不见了？对，我知道会 bug 还是怎么样？啊，对他那个包什么丢在前面会不见。
他在背包应该会有那個 RPG。 那你就尽量拿多一点那个 AK 弹夹跟手弹，等一下可能要进攻。你现在要肉搏？那我那个，我给你一些 AK 弹药，我要，因为我需要。啊好，那我先把我的 NPC 都丢掉好了。我怕那个地雷带太多。那个在打的不是你的问题。对啊，他们在打这个问题。你再给我那个 AT 弹药。我没有看到重载，这个全拿走了 ，OK 了。没吸引他们一下。没有，这主要是。从远处帮我看一下。打 B 方向根本没人来啊。那的 B 三那里看起来是一条好沟，是去过，沿着头顶的那一些。我的机器在。就觉得是 W 方向那个根本不用布啊。没有没有没有，是以防万一。刚刚有一台已经开得很近了，啊，其他的都在外面被歼灭。哎 ，Cheaper。哎，怎么啦？这里很附近哦。有啊，我们刚刚打的最激烈，然后前线居然只有我跟。你们标那个幺幺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哦，那个、啊、你刚刚不是在帮我看有没有打中的时候，前线只有我们两个、啊。对，几其他人撤到后面去做医疗。就那个散弹枪，我建议一定要用到散弹枪。已经拿满了。我还有那个 AT 弹线啊！用到可以玩就对了。好，好。我画两条红色线，那个是差不多好勾的。OK， 各位先两条中间有几条平行的连接，那本身很复杂，就是两条到底。吃席啊，吃席啊！没有看到补品，没有看到群，没有看到任何装饰品。啊，补品差不多一个牌，三个板而已。有够，只有二百啊！空空，我帮你做处理哦。哦，好。哎，你在看到什么？我觉得那一辆 BMP 好像引擎没有熄掉，距离多少？听到引擎声，325。了解。那揍他就对了。325，有、嗯，可是不是翻过来了吗？那一台刚刚我抵近侦察，没有。哦，翻过来后面还有一台，对不对？重武器。翻过来的那一台跟后面还有一台，对。好，那我打过去喽。他的偏右边。GBN 325，一发。嗯，军工，好，军工。等一下，我的手在抖。中。有需要入境点去侦查的吗？再一发。没有，只有侦查，有尽量看能找到什么就找到什么。好，不会的，可以入境。然后我们排布不会进壕沟，我们会在壕沟的外围。可以吗？那我再一发了。好。你在干嘛？天空，天空，天高，天高，好，天高，这一发。我有在帮你带那些 RPG， 所以你不用担心。人家每天，我想直接去撞看撞人。天空，天空，应该狗，要不然就翻家加。天高，还是天高？对啊，刀是往右边偏，而且我瞄的是。OK， 我没 CBN 了。等一下，我 UAV 不要上车。啊？怎么？再说一次。里面会有。哇！再说一次。你刚刚说坐不下，然后怎么样？啊，不行，我跑不动。可是我好想拿散弹枪冲进去。棒棒棒棒！啦，我想拿散弹枪进壕沟。我也想。不过，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基地整补。对啊，我们弹药够啊，怎么了？那我是说，你们的散弹枪在哪里？在我背包里面啊。啊，那当然掏出来用。可以啊。所有人上便便。我算了，我的弹药不见了。那你要不要拿 RPG 玩？散弹枪没办法处理的东西，你用 RPG 的东西。有人拉一个
那后面那个尸体是谁啊？他直接一只吗？那个是一只吗？怎样？那是谁是？我感觉就还有位置啊，我觉得应该不止一点。那你死啊？对啊，这个好挤哦，好像满的，感觉坐得下。就是后面好多一空问题，好的啊，我侦查一下弟弟家里。那医疗兵也要上岗，医疗兵是我们前线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前线的排骨人员，你们自己判断要不要进壕沟了。但我觉得一这个人进壕沟太拥挤，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如果觉得太拥挤，你们在壕沟的东面，然后再就趴在那个壕沟的外面。啊，谁看到？下一站是俄罗斯，收到。好哥那个点啊，这边有没有排布的、啊、有女仆是排布的，怎么了？女仆不下车吗？车后清空，车后清空。我们要加你。不要站在车后。车后，车后清空。那个立三跟 Tank 过来加，过来加你。有。我们完工了。走了吗？Tank 就跟女仆吧，反正女仆现在有 RPG， 就跟他干了。所以女仆是我们的班长。嗯，我想进壕沟啊。哈哈哈！哈哈！放下。他们说我们主要是走黑色线，从外围谁站起来就干他。水军在攻击吗？我需要侧面应该要注意。啊，去看一下，我不知道友军开始攻击没有，我还没有接到回报。这一次女仆回报给鲁拉有收到吗？有。那个黑线看不到壕沟的位置，他们都被树丛挡住了，三层覆盖。反正我的意思是你们是贴近壕沟了。啊。了解，只是我是说我们外围看不到壕沟一个人站起来，什么鬼都看不到。趴下，趴下。
Bravo 的正东侧。我们现在在随着 Bravo 继续往北推进中。注意壕沟里面打出来的哦。然后有军在外围哦，很准很准很准，他们在你后面。来来来来，可以呀，里面有人，里面有人，丢丢丢。Back. 有在吗？好吗？哎，这个靠不去，继续往前。你们不要超前他们太多，要不然容易误击。哎，我后面清空一下，后面清空一下。了解，所有人闪开，离蓝光远一点，清空哦，清空哦。OK， 蓝光清空。OK。OK， 等待另外一队，然后谁探头就把他打下去。противник открыл огонь！脚下有人。喂哥。小心啊！对方会射枪弹。有弹龙。Nice kill, nice kill. 左侧树丛，树丛。炮监控。闪开，闪开 ，Stone， 闪开。OK， 鲁拉清空。清空，清空。还没有，还没有，我没看到你在哪。我在外面。OK， 上。老林。哎呦！小心哦！哦。你帮忙射枪了，但小心点。我需要一条。不要跑，有点严重。往后，那个。后面有。不倒地，拿不倒地。那个。我倒地他。有了，我听到了，那个附近的医疗兵他。头顶。我要呼叫 Kelolo， 可以借一下你的医疗兵吗？蓝光倒地。在树丛那边，但我看不到。我也看不到，怎么办？我看到了。当你有这边带一个致命性伤，你上头就行。那个萝卜在你头上的。慢慢来。你应该会，我应该会。补几枪在他们身上，挂过去哦。
续往前。那个，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掩护我。被掩护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太看不到。有军啊，在壕沟外，有军在壕沟外哦。清楚。地上帮我补个枪，谢谢。有有，我都有补，我都有补。哎，送我们走壕沟外。好。哎，你说。我可以射一发吗？来啊，来一发，清空。清空。那不要推，是你三个还推原地推。壕沟里面还有敌人，帮我压制。Bunker 里面有敌人，压制压制。好。Bunker 里面有敌人，注意手榴弹哦。丢我丢，好，丢进去丢进去。为什么被打到？有他好像有一个。趴下趴下，那个树丛树丛。喂呀，刚刚被打到，我抱一下。好，抱一下。我要跳过去哦。哎。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没事。第三，小心哦。清楚。我在醒脑。你还在醒脑，怎么的？装备。先前方壕沟需要压制。哦，前面有枪声。睡觉，睡觉，睡觉。Hello。感谢。右前方。里面有人哦 ，Z 三，有头探出来了。OK。Grenade。那个稻草堆里面，黄色稻草堆里面。他没死，他没死，看看他。看到。这边架着就好，因为我们上面有友军。G 站小心哦，友军可能会丢手弹。我知道，我刚才。OK， 那个 G 站对后面去，蓝光清空。那无人机是友军的吗？友军的，友军的。这个下班要太高。OK。我要进了，我要进了。我要进了，我要进了。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支持哦。追火线哦。来来来，感谢回家了。
我推到后面去。过来过来过来。啊、你等我一下。哦，继续。好了。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他我在你后面。下来，下来。好。我先左右手绑止血带，然后我会包自己的头。好的。我包身体。好了。站起来往北方跑去。要配合吗？那個、还是不用？没有，要先输血。他刚好跳大量止血。OK， 我觉得可以先继续作战，了剩下该、哦。好了。很快，几点而已。你枪都还没开啊？那、啊、你现在开啊，快！优雅怎么死？哦、我杀死了26个木质棚子，是什么东西啊？棒。